8月18日，谢娜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小说选段截图，并配文怀念道：“看到1年前在四川学表演时一起去跑龙套遇到的女生写的文字。10几年前这本书出来时，我刚到北京，开始未知的追梦旅程，并为文中内容做注解。他写的一个叫做谢娜的小姑娘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某某司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。原话是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不过看来我一直都很乐观阳光啊！”网友们纷纷留言：“追梦女孩娜姐，太阳女神，你值得更多人去爱你。”相信娜姐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慨吧。芒格拉新闻是努力满分，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娜姐，没错啦。好的。